大家好，中午温度一样的高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风吹来的感受上来说不是非常的闷热，因为现在这时候台湾附近的环境场吹着偏着东北东风进来，远方有个低压，低压带了东北风进来，使得我们的高温略微下降，所以目前呢北部的高温就在34度的高温。我们来看到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啊，台湾上空的云层发展量来说呢，在山区的部分开始有些云层发展，可是北台湾这边天气晴，因为北台湾现在吹的是有点偏着东北东风进来，但到了中南部地区呢，整个风场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偏着一个比较北风下来，所以在山区的部分的午后阵雨状况仍然有，可是在平地的部分的午后阵雨状况今天仍然是比较偏少。来，我们注意到云图的这边啊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大低压带的低压云层，明天这个低压云层会逐渐的往西的方向移动，所以呢明天台湾上空的云层发展来说在中部以北就会略微增多。好处什么，明天高温还会降，明天中午的高温在北部就大概约在32度的高温了。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面卫星云图了。卫星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大低压带的水汽发展正在逐渐由西往由东往西的方向在移动，而我们台湾上空呢，在整个大低压带之下，相对的不稳定的天气条件来说呢，今天主要就是在午后阵雨，明天北部有点短暂雨，但到了后天呢，这个大低压带的低压就走掉喽，所以后天开始又是天气晴朗，高温又回到了35度的高温。许多朋友就问说，哎，那再来到了中秋节呢？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要注意哪里？这边还是大低压带哦。我们要注意关岛附近的低压系统，到了周三到周四的时候会有发展的趋势，发起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路径的走向。先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，在今天就是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之下，所以风吹来还蛮舒服的，晚上有空记得去走一走散个步。那我说到远洋的就是这个低压，我们到礼拜四以后开始就要注意它未来的动向，纬度高一点就往日本走，纬度低一点有可能要在中秋前后接近台湾。来看温度了，先注意到温度状况，在中午的时候呢，哎，高温略降，云层量略多，北部有短暂雨，中部地区只有零星的午后阵雨，南部地区的话午后阵雨在山区，东半部地区好天气依然有点雨，外岛地区天气晴，所以要提醒大家中午热记得户外活动多喝水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